男人的诺言信不过，等价交换才是爱。跟女生互动玩游戏，那他有时候看了节目没有安全感，然后说你放心买房子，就房产都挂他名下。哇，好棒！然后就继续跟美雅当年，不是啊，跟刘璇也有合作过啊。对，所以我们再就是，老板你帮我看，好来，刘璇16分，35分。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